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。大家好，由于石虎议题持续发烧，备受台湾各界的关注，被列为台湾第一级保育类动物的石虎，近年来路杀情形频传，苗栗县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又遭苗栗县议会驳回，台中市政府未宣示对于保护石虎的决心。台中市政府结合台中市美术园道商圈2019年6月8日星期六下午在美术园道绿地广场举行保护石虎宣传活动。新科城市代言人石虎家族的 Love 乐虎姐姐也莅临现场，与排成心形的200只纸雕艺术小石虎惊喜相遇，一同与民同乐，宣传首届台中购物节2019年7月盛大登场，并宣示台中市政府对于保护石虎的决心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